在大陆做一个电影人啊，就是那种典礼，然后典礼的时候晚上我们就认识很多长辈啊，就是编剧大编剧超级编剧，然后还有认识那种监制，然后聊得很开心，昨天大家就说他们要赶着去那边，昨天早上赶着，后来就说哦好，大家就回去。昨天我也是早班机，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说话，有一对男生讲话讲很久，然后我就因为那天很累很困，我就很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我就在走上去，然后不好意思，那个不会想要休息，会停在讲话两小时。然后就是昨天的长辈，讲完了之后，到拿行李转盘的时候，你那时候清醒了，我就看到两位长辈迎面走来，我就说，长辈都为你们好，你们怎么在这个边上也太巧。他就第一句话跟我说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打扰你睡觉。好尴尬还是？那我们那个动作应该还好，就我觉得这个太失礼。讲一个你的缺点不是很低，对，我是一个非常健忘的人，对，有的时候有点脸盲，所以就是很容易得罪别人。真的吗？那我会记人吗？是不记人，有的时候是那种，就是我上一个礼拜可能拍完一些导演，对，我们相处了一整天，然后下一个礼拜就我们在一个那种聚餐上面见到面，对，面走来我就说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讲完之后我立刻问我们面说。对 OK， 这有时候真的不是没礼貌，是不会记人的人真的会这样，而且就是有的时候会少一个人记。我也是更夸张，我是在大陆做一个电影人啊，就是那种典礼，然后典礼的时候晚上我们就认识很多长辈啊，就是编剧大编剧超级编剧，然后还有认识那种监制，然后聊得很开心，昨天大家就说他们要赶着去那边，昨天早上赶着，对，后来就说哦好，大家就回去。昨天我也是早班机，然后我就听到有人在说话，有一对男生讲话讲很久，然后我就因为那天很累很困，我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我就在走上去，然后就不好意思，那个不会想要休息，会停在讲话两小时。然后就是昨天的长辈，讲完了之后，到拿行李转盘的时候，你那时候清醒了。我就看到两位长辈迎面走来，我就说，长辈都为你们好，你们怎么在这个边上也太巧。他就第一句话跟我说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打扰你睡觉。好尴尬还是？那我们那个动作应该还好，就我觉得这个太失礼了。你是从就是他们的椅子后面这样讲，没看到吗？还是有看到？我有走过去，因为他在我前排，所以我是走过去面对着他们的环境。怎么不是宣传或经纪的方式？我就是找一个比较直接。然后那时候又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来？然后很后悔当天没有戴眼镜。那我在心里想说：天哪，那长辈一定想说，会是女演员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邓丽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。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